家好，我是爱丽丝老师。接下来为您播报8月22号礼拜二各星座整体运势。首先恭喜运势最好的星座巨蟹座的朋友，学习力非常的强，是提升自我的好时机。还有运势最好的还有我们狮子座的朋友，你的财运旺盛哦，好好做功课，积极的投入投资吧。摩羯座的朋友，心灵提升，能量满满，让你呢面对很多的状况跟挑战都能迎刃而解。运势比较差的星座要注意的有我们处女座的朋友，你可能要一直要不断的去处理一些不厌其烦重新沟通的问题。天秤座朋友要注意咯，可能有些舆论声音发生了，请你认真以待去沟通。接下来是各星座的幸运数字以及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使用紫色，幸运数字7；土象星座请你使用蓝色，幸运数字是5；风象星座请你使用粉色，幸运数字是8；水象星座请你使用绿色，幸运数字是2。